我对未来曾有许多憧憬，然而一切都因为子宫颈癌而变了调。医生说，子宫颈癌、阴道癌、外阴癌及菜花都是由不同型别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而引起。现在已经有预防方法，请快向医生查询。HPV 疫苗加抹片，给你双重防护。